小张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钱串子，你这样，咱们把华子给带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嘿，你瞧二位哥哥这话说的，他们找的我，完了一个劲儿死乞白赖央给我说什么那个生产队用车又没钱买新车，我一听这个。我这为人你们还不知道？我说那得了，咱帮帮农民兄弟，是不是给人排忧解难呀？放屁！我钱串子，就怕现在这么说，有发钱声就不这么说。你让我是你啊，跟你一样啊？一样不一样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都是人，谁也别装大个儿了。当婊子想立牌坊？你说谁是婊子？再说一遍！咱不聊天，没那么有急了。人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？我就纳了闷儿了，厂子供销科怎么让你丫给进去了？现在厂子零件来不越来越不挣了，你小子准没少拿回扣。还真是的，没过几天你就骑着摩托车了吧你？啊，那钱是好来的吗？不要瞎说。得，今儿遭你们手上。行行行行。二位哥哥，这渣儿啊，他有个好叔叔，你们生气也没用。哎。这是二位哥哥的辛苦钱，都收下。哎，不是华子，你怎么都分了？咱们也得留点儿。啊，废什么话呀！2000块钱你都花了，要不是我姐夫给我轮子哥，七你都得卖。这钱我一分钱不要。妈呀，轮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华子啊，我和魏明全是为了你，你出了这种事儿，全院的人都惊着了。回家给你算账。我知道你心里憋气呢，要不然回家你抽我一套。钱，你得收下。魏明，啊，你和玉玲呢要办事儿了，这钱就算是我的礼钱了。不是你这喝完了没有啊？喝完了走着。走。哎呦喂！是。都不相信哎！你说你们这一天多就能挣这么多？你说轮子这是干嘛呀？这给礼钱也不用给这么多呀。人轮子连数都没数就给我了。轮子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从来都不把钱当回事儿。这轮子是真够意思，你也看见了啊！你们家华子被扣了之后，那给他急的，在攒活的时候都玩了命。要不说呀，有轮子这样的兄弟。也是我的造化，你才知道啊！想什么呢你？哎，莲子，你说，我就想哈，这辈子真是我头一次，这忙活两天挣的钱，赶上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了。这以后再有这样的活，你说我还挣吗？当然挣了，就是别让厂里知道。得了吧。这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事让我们家老爷子知道了，还不得跟我玩命啊！又提你爸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钱是好东西，有时候也是王八蛋。咱俩挣得不少，够花就完了。等以后不够花再说吧。嘿，你想什么呢你？哎，你以为你想挣上就能挣上啊？真逗。数乱了。哎，对了。咱们星期天就把这钱花了吧。哎，那天我到家具城看见一大沙发，特别好，特别软，好看极了，赶紧买回来吧。就你这小屋有地儿搁吗？怎么没地儿搁呀？回头重新布置布置。我吧，没什么别的要求，我就想要一大沙发，一彩电，一席梦思，这样吧，咱俩可以躺在大软床上，回头坐在沙发上看彩电，我就知足了。行，你随便吧。买的呀，你不正学外语呢吗？用得着？又乱花钱了。嗨，挣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？林子哥，
要是有一阵子你见不着我的面，你会不会想我呀？见不着你，别说一阵子，就是一天见不着你，我也会想。再说了，我凭什么见不着你啊？傻姑娘。师傅，这东西都够了吗？差也差不了多少，不过啊，还是多备着点。亲戚那边要是要求添菜，您总能不添吧？师傅，您放心，那边钱不多。哎，得，几个小哥们啊，这一宿啊，得把撂桌的活都干利索了，煎的、炸的、蒸的、煮的、过油的、凉拌的，都得提前办好喽。就这点活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吧。你现在太不专业了，一边去，来这个。哎，走，我学学。得嘞，师傅，让这小哥几个忙着吧。您啊，跟我去喝茶抽烟吧。得，那我也歇会儿。小哥几个，哎，把这归置干净点儿。放心吧，奶奶。哎，新平，你觉得我这屋子这么布置成吗？挺好的呀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的三洋四喇叭录音机，怎么样？挺棒的吧？还有还有，你看，这是我那18寸彩电，东芝的呢。你看我这照片，挺好的吧？照的。特羡慕我吧，是不是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，想什么你都知道了。当然了，你是我妹，从小跟这儿长大的，你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？哎，你别说啊，魏民穿这中山装还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挺精神的。哎，你说要是轮子穿着这衣服会变成什么样？我觉得肯定挺别扭的。不会吧，那家伙就是平常不太打扮，要是打扮打扮也能人模狗样的呢。我倒是想跟他打扮来着，可他不愿意啊。他说了，他这辈子都不愿意穿中山装，除非把他宰了。这老土。哎，你瞧我这窗帘是我自己砸的，怎么样，这色不错吧？气死我。嘿，魏明和玉莲都住同一个院啊，出了这门进那门，用得着拿车接亲吗？再说了，大街上兜一圈不还得进这院吗？这就叫啊臭显摆。不是不是，是帘子上这么坐着。你姐说了啊，说这一辈子就这一次，不转一圈都冤得慌啊。哎，还说让我明儿背着他得卖火盆呢。哎呦，真够麻烦的哈。人我姐说的没错，可不就是一辈子就一回吗？还不是怎么高兴就怎么来，你就由着他不就完了吗？是，反正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呗。哎，说心里话，我真希望明儿啊，你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作为姐们儿啊，为你高兴。哎，你也抓紧办了得了，别耗着了，你说呢？嘿，我说师傅，你这你这小家伙事可真够专业的。嘿，这油骨子也真够大的啊，这够蒸8个菜的了。你看你一边里倒是见你神游啊。等我一边去。行了，你们俩别笑了，这两条鱼你说你这拾了多半天了，这磨叽什么呢？不是您熬鹰呢？我看着比我爸还高兴啊。啊，合着您一宿都不睡了是怎么着啊？我睡觉，你说这儿这么多事儿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哪样我不支撑着行啊？啊，哎呀，行了，你的排骨你瞅你剁的这个，小心手吧。怎么着？要不您来？真是的，你看这黄焖尾巴留这么多。我说你啊，别切了啊，你呀、啊，把这猪蹄儿这毛拔拔吧。得嘞。这是真是，这真是。得了，歇会儿吧。来，啊，太宅了去。嘿，全是力气活啊。
哥俩别聊了，赶紧的吧。给我吧。瞧见没有？又说悄悄话去了。林子哥。嗯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儿吗？嗯，玉莲魏明哥他们爸妈给他订婚那会儿，我记得魏明哥好像还不大乐意的。哼。倒是玉莲挺有意思的，真把他当老公了，天天追着他屁股后边跑。你还说他呢，那个时候你不也天天追着我呀？我不追着你也得行呀。那时候我爸妈都进了牛棚，我成了狗崽子，一个人流浪在街头，没有人管我，只有人欺负我，就你对我最好。你可怜我，把欺负我那帮小流氓打走了。后来你就把我带回来这个院儿，我是吃着这个院儿的饭长大的。要是没有你，没有大家伙，我是活不到今儿的。大喜的日子，说这干嘛呀？就是有感而发。我真的喜欢这个院儿，喜欢院里所有的人。那你还说什么呀？哎，我决定了啊，咱的事儿今年也办了。用得着那么急吗？我没法不急。你看我爸，看着玉莲、伟明他们结婚，比我还着急呢。他催着我呀，赶紧把咱俩的关系确定了。我明白我爸的意思，他是个讲老理的人嘛，总觉得吧，咱们的事儿你爸妈不同意，还真不行。你也甭可是了啊，你爸你妈这关不过我还不行了，我这回啊也豁出去了，也不要脸了，我就好好的正式的跟你爸妈谈一回，实在不行我就跟他们磕一个啊，这总行了吧。看看你，都快一辈子了。你今天不一样。讨厌啊！莲子，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看，特别像山口百惠，真的。那你可不许欺负我！我欺负你？
你不欺负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欺负你呢？知道吗？我看着咱们这个小家躺在你的怀里头，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最最幸福的女人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妈说呀，就像我这样的，一生肯定是儿子。好意思说，讨厌！我呀，要给你生一个比你还聪明的儿子。你以后呢，就负责好好的给咱们家挣钱，我负责伺候你和儿子，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、甜甜蜜蜜的。别的呢，我什么也不图，就图你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儿子学习好就行。将来考上大学，回头大学毕业了再找一好工作，等将来再找一个好媳妇儿，嘿，齐活儿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然后咱们就老了呗，咱们就是爷爷奶奶了，咱们就带着咱们的孙子上所有好玩的地方去旅游去。哎，对了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新平和轮子他们也有孙子了，还有华子，咱们呀就一大帮老头老太太带着三个孙子去美国，去法国巴黎，去所有好玩的地方，瞧这日子多美啊。我看成。哎呦，爸，别忙了，来，搂一眼，瞧瞧您儿子这身行头怎么样？行，人模狗样的，还真帅。行，哎，我说待会儿你上老辛他们家去，我就怕到时候。哎呦，您有什么可怕的？这种怂话可不像您说的啊。哎，还行，好儿子。哼，哎，我说轮子，你说上次这老辛呢？给这轻功培训的时候说了一套话，我听两耳朵，这老东西还真有本事。那是，这你看这文革的时候到现在呀，我对他是有点过了，我老想跟他说说，我老张不开这嘴。爸，您想说什么我全知道，放心，我待会儿到他们家替您把话说了不就得了吗？啊啊，行，得了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等等。哎呦，老爷子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空着手去啊？嗯，啊啊，蛤蟆啊，那还干嘛呀？哎呦，我妈，哎呦，这哪儿啊？茅台。嗯，这真是我搁了好几年了。啊，给人家带过去，有必要吗？记住了，咱不能失了这理儿。拿着，得拿着，真够金贵的啊。哎呦，我差点儿！不是，这丑儿子怎么他妈逗你老爷子玩啊？走了，走，快回来！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定得给我拿下！放心吧，您那，哼，哎呀，这他妈臭小子真行！姑娘，催你好几次办签证，你也不去，到底怎么想的？还没想好呢。你还没想好？这眼看着就要开学了，你就给我瞎想吧！你再耽误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妈，姑娘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轮子？
就按道理说呢，我们做家长的啊，不应该干涉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自由。但是，作为你的父亲，我要提醒你，人的一生啊，就是那么关键的几步。如果你走错了，会影响你的一生。你真要是放弃这次机会，那太可惜了。还有啊，有的时候事业和爱情啊是不能兼得的。你好好想想吧，啊。吃饭。来了，来了。伯母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说了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伯母，我今天真有事儿，您就让我进去吧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？妈，你干嘛呀？蚊子，进来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星光，伯母，我今儿呢还真是舔着脸来的。但是我今天来呢，不是为了找新平，是特意来拜访您二老的。拜访我们来呢？我今天，嗨，我也甭绕圈子了，我就直话直说吧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和新平好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今天来呢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正式的想向您二老提出，我要娶新平。你说什么？伯母，我原来吧，明知道您二老对我和新平的事儿有看法，我也没有正经的好好的向你们解释解释。为了这事儿，我爸没少骂我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今儿呢，我就正式的向你二老提出来，我向新平求婚，要娶我们家新平，你没吃错药吧你？妈，伯母，我今天来可是诚心诚意的向您二老商量我和新平的事儿的，这事儿吧，就是作为一个程序，我也不能不做。所以伯母，希望您能听我把话说完。轮子，你接着说，我倒要听听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星光，我知道新平呢是一大学高材生，我呢就是一个汽车修理工，你们家呢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你们家呢就是一工人家庭，肯定在你们眼里吧，觉得我和新平门不当户不对，觉得我李秀伦配不上新平。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可是我们两个人青梅竹马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向你们二老保证，只要新平嫁给了我，我保证一辈子对他好，不让他受一点委屈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让他幸福。而且以后呢，我就是你们的儿子了，我会孝敬你们二老，就像孝敬我爸爸一样。可笑，还想当我们的儿子，你也不问问我们。轮子，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？我知道，金光，您和我爸有矛盾，但这些矛盾都是历史造成的呀。新车间成立以后，我爸跟您共事多天，他就发现了，您这个专家那绝对不是白给的。他呢就一直想跟您聊聊，又没得着机会。这个呢是我爸珍藏了多年的一瓶酒，自己没舍得喝，特意让我把这瓶酒给您送来。我想他的意思呢就全在这酒里边了。轮子，回去替我告诉你爸爸，他的心意我领了。
你今天突然来说了这一大堆话，倒也很真诚。能看得出来，你很爱我们家新平，也可能我们家新平也真的爱你。按道理说，我们做长辈的不应该干涉你们的自由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今天这个时候来求婚实在是不合时宜，我们也不可能接受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你把我们家新平看成什么人了？啊，就凭你一个汽车修理工，能给他什么幸福？你以为他跟你们厂那些工人一样啊，一辈子窝在破厂子宿舍里，成天围着锅台转，他就满足了？我告诉你，李秀伦，我们家新平将来的发展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。你不但不能给他应有的幸福，你还会阻碍他的发展。今儿我也明跟你说了吧，你想娶我们家新平，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门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本来呢，我是真心诚意来的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不讲道理。要不是我爸是个讲道理的人，就冲我这性子，我才懒得跟你废话呢。既然你这么不讲道理，我还就告诉你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爱同意不同意，新平我还就娶定了，怎么着吧？奶奶，把这个破酒给我拿走！说这酒是破酒，那甭喝了，闻闻味儿吧。站住！站住！你看你喜欢的都什么人啊？简直是流氓！我没想到你这么看不起轮子，你这么说他。刚才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出国。这么伤轮子，这国我绝对不会出，我嫁定轮子了。新平，新平，你给我回来！新平，你陪我。是我妈不好，可你也太混了。我又不是没跟你说过，咱们俩谈恋爱是咱们俩的事情，别人没有权利来干涉。你自个儿不听话，非得要去争取他们同意。我就想知道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只要你敢娶，我就敢嫁。太混了。真就不回去了？我妈要是不跟轮子道歉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我真想不通，我妈怎么那么对她呢？可是，那你们以后可怎么办呢？我还能怎么办呀？事情都已经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再不嫁给轮子，那轮子他岂不是更难过了吗？行，新平，你真够意思，轮子没白爱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跟我这踏踏实实住着，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给你做去，肯定不让你受委屈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才刚结婚呢，这蜜月期都没过的，你俩就分居，
到时候魏明哥肯定会生气的。你这说什么呢你？他们俩是哥们儿，咱们俩是姐们儿啊！哎，这个时候我要不帮着你，要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干嘛呀？你小子可真吵啊！你就答应我了，是过去好好跟人说说，你怎么把酒瓶子给摔那儿了呢？你倒没给账明周桌，哼！你算三清到家了。也没心工怎么说话呢，这等于把话给说绝了。我就不明白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就新平他妈那样的，整个就一小市民，那买俩土豆还得饶和香菜，他还来劲了，他看不上咱，咱还看不上他呢。别瞎胡来，轮子呀，你也别凑合了，该你的多咱都没跑，不该你的强求也白搭，心无增减，万事随缘吧。我看呀，让新平先住这儿吧，只要他不变心，这事儿没什么可怕的。没错，就这么定了，看他们还能怎么着。喂，哎，星光，是新平在这儿呢。您说什么？新平，新平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哎呀，轮子，什么时候了？你别添乱了。哎，我是问您，怎么着？老新说新平他妈抢救上了，犯了心脏病了。啊？是。心梗，幸亏抢救的及时，才脱离危险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闺女啊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真想让你妈多活几天的话，你就别再任性了。幸亏抢救过来了，这要有个好歹儿，哼，这咱怎么交代啊？真造孽！爸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哎呀，您这事儿啊，难了。妈，吃点吧。妈，你就吃点吧。姑娘，我来吧。慢点啊！轮子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，咱们外边吧，啊！来，轮子，坐下。秦工，今天我是来看看伯母的。哦，真的，这事儿全赖我。嗨，坐坐坐，来。这事儿哪能全怨你呢？新平他妈这个人呐，说话的确太难听了。照理说，你跟新平好了这么多年，也真不容易啊。虽然你身上有不少缺点。但是呢，你
善良、正直、聪明、能干，是个肯钻研的好工人。都这时候了，您就别挤兑我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我说的都是心里话。尤其是那天夜里，咱们俩一起修好了那辆车。我就琢磨，新兵喜欢你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和他对你刮目相看。那您既然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还反对我和新兵好啊？轮子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？是不是你爱一个人，希望他得到幸福呢？那当然了，肯定的呀。换句话说，爱情是自私的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是这样，新兵出国的手续我都替他办好了。新兵要出国了？这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都没有告诉你。看来他为了你，真的不想出国了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美国。为了他出国呀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找担保人，找学校。接收他的是美国底特律汽车学院。这个学校的这个汽车专业啊，全球闻名，培养出了很多一流的设计专家。你也知道，新平学的就是汽车专业，可是一直没干上对口的工作，现在混的工作都没了。其实他心里一直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啊，所以他也一直在刻苦的攻读英语。可是现在他为了你，要放弃这个机会了。哎呀，轮子，今天我拉下这张老脸求你了，为了我闺女新平，也为了我老伴儿，你看你能不能？知道这样对你很不公平，也太难为你了。可是我真没有别的办法。你也知道目前新平的状况，我真的不可能看着我的闺女这辈子就这么荒废了。兴国，你别再说了。这是给伯母。轮子，我脑子有点乱，你再让我好好想想。呢？进排气门多少次都不知道啊！费劲劲儿。孙子，你可真敢想啊！还想让我轮子哥给你攒车去？咱们这不刚攒了没几天，我人老乡还指这辆车拉料呢。咱不然修一下合适吗？你说合适吗？那你说清楚，到底是攒车还是返修？返修，绝对是返修。哥，你当然了。哎，
要是轮子不乐意的话，再咱团长两不更好吗？你做你的梦去吧，你跟他说一试试。给你放多少希望的田野，那都是轻的。我告诉你，不会吧？你又是希望田野啊？不会吧？瞧见没有？有火没处撒呢，现在。好有活，哥，我都跟那边说好了。你华子，船的车怎么了？哎，轮子，师傅，掉了，捡去啊！轮子，你看，咱前两天不跟人传了一辆车吗？嘿，开了没两天，不动了。所以我就想，咱不给人修修去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我就知道那破件不行。什么都别说了。下完班以后，咱们就过去。哎，那个轮子，人家大队说了一辆车好像不太够使。你要有时间的话，就是再给人攒两辆，就更好了。别说了，快走吧。如果他们有住的地儿，几辆都跟他攒。但是告诉姓金的啊，要用就用正经件。哎，同意了。同意了。哎呦，我轮子大爷，你怎么突然开窍了？滚蛋！行，我给金老板打电话去啊。哎呦，你！哎呦，我有事儿。行，今儿收。新平，你就别一趟趟的往这儿跑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们都到郊区去干活了，连晚上都住那儿呢。轮子真的是。自打你妈生病之后，就一直没跟你联系啊。放心吧，星光。为了新平，我不会再和他见面。他这几天找你都找疯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就是昨天还在咱们院门口哭了大半天呢。你说说你混蛋啊！我轮子哥昨天行李要翻脸，出了厂门就撞了，交通队的人也来了，把我轮子哥扣厂里了。这申诉材料我写好了，只要我晚上一递，我先弄你十年八年的我。别